点点哎，就是人不高，就是矮了，矮了一点。其实他把那个事做好啊，有势力，不管长没有的女的，他都会服他。你再长得帅，再没有势力，女的根本不会跟到你啊。金子，不是说今天要带我们去玩吗？怎么带到这里来了？玩的地方就在旁边，先把饭吃好了再去吧。现在不是还早吗？你们不是直接把我带这里来了？先吃了饭坐一会，然后旁边有个先锋三宝，等下坐里面。我也没去过。那又得让你破费了。哎呀，不用说破费好不好？来了就要吃好玩好，最起码的。这世界尔虞我诈，真心被当作傻瓜，讲句实话却被刀打一耙。我们先坐着，等一下喝点茶。Hello， 夏鹏。Hello， 这里。啤酒开始上来了。你老婆这个太，我这个你都说了这个点子，还有毛点完了。前面我点了个鱼先上，点了三个菜，叫我姐去点菜去走。我去点三个菜，我点车，还有你看不见看我点车呀？为什么呢？我先进去的。要给的是看要给的点上。给的是面条，我是面条。你怎么一家子都没点？我点的三家菜，人家干的，给你帮忙。走。再点车呀！快来帮忙点车，进来。也是很好，他就是有一点点哎，
就是人不高，前矮了一点。前些他把那个事做好啊，有势力，不管怎么样的女的，他都服他。你再长得帅，再没有势力，女的根本不会跟到你啊。到时候他跟到你，都会跟别的男的走。你听到我三姐说这句话也没记住，一定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做得自己有势力，赚了好的钱，女的一定会找你，你不要去找女的，就这样。但是他家条件现在是还好，只是说没有现金，有两套房子。来吃吃吃，哎，饮料呢？倒饮料的。我的弟弟这个是，反正都是专门牵红线，你就上点心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对，麻烦你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他也，你看老实又不怎么爱说话。嗯。我们的菜也上了哈。嗯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就开始吃饭了。